聚集范例的应用，来，我们的需求是这样，这个老师很好心，你考三次成绩只要抓两个最高分来做就好了，像林心博就抓100跟90来做平均，80就不要了，抓这两个。那赖玉安呢也是一跟三，那张佑文呢也是一跟三，89跟90这个不要。那吴宗山呢，吴宗山就不一样哦，他不要这个，他要是这两个，所以前面三个人都是一三，第四个人就这两个成绩，第五个林子瑜也是这两个，啊，第六个也是这两个，第七个也是这两个，啊，第八个呢变这两个，第九个呢又是这两个，第十个又是这两个。那想跟各位讲一下哈，你要请电脑帮你工作，你要把规律找给他。如果没有规律，那就一个一个做喽，那就一个一个处理哦，那就很累喽。如果有规律的话呢，好，电脑可以帮你处理。那这边呢，这边先告诉你，像这个工作不是先把它排序，然后抓最高分来平均就可以嘛？简单的说，可是排序的话呢，是有没有由左而右排呢？它是有什么由上往下排，由上往下排不对啦，它的成绩是这样啊，所以怎么办？我们要配合 Excel 的规则，不是 Excel 来配合我们。我们有需求，但是要知道 Excel 的特性。所以呢，第一件事情先把它选起来。Sorry， 把它选起来，因为我们要排序，排序没有这样，只有由上往下。复制起来到隔壁来吧，点这里按右键贴第四个叫转置，叫蓝列兑换，蓝跟列交换。那蓝跟列交换以后呢，待会呢你就可以做什么了？做排序了。那排序的时候，接下来就简单喽。来，当然这只有三次啊。如果我这边有十次成绩，我们是拿三次来点起来。要排序很简单，选起来，在资料标签由小到大是这个，由大到小是这个。好，我选由小到大。那他在做的时候，他发现，旁边有数字呢。他说：“你选举范围要不要扩大？”他想把这边一起选起来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只是要计算林心博由小到大，所以点这个，依照目前的选举范围做排序，所以当我按排序完，它会80、90、100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可以给它规则哦。如果大家都排序完，去抓两个最高分的平均做这里，所以接下来呢，常用里面的平均，请你帮我把这两个成绩做平均就好。所以安恩德是多少？95。那95做完之后，我觉得不够大，我可以在这里呢。改红色，接下来再来改大一点，改24好了。好，那这个动作，刚的动作，一排序，二算两个平均，三改大小，四改颜色。发现等一下呢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做的时候呢，有没有更好的、更快的方法？有，叫做聚集。聚集。那老师，我们不是可以往右边拉吗？往右边拉，我拉一下给你看，我把赖院的成绩改一下给你看喽。这个我改100。那，这边改50，这边改60好了。如果是这样的平均算出来的话呢，选两个最高分平均线心算一下，应该是160除6，不就80吗？老师，这样不是拉过去就可以吗？你拉过去看一下吧。他只会算什么平均，他只会算这两个平均，而不是这两个的平均，你听懂吗？那待会呢你发现，所以呢不可以这样推过去不好哦。所以呢等一下呢，我想做什么？一排序，二取两个最高分平均放这里，三改大小，四调颜色。如果你发现这规律性都一样，就可以请聚集来帮忙。什么叫聚集？我先说明一下，一次执行多个命令叫做聚集，一次执行多个命令叫聚集。什么时候使用聚集呢？如果你发现接下来工作的流程都一样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请聚集帮你做。聚集这一次可以执行多个命令，我们要执行这样的命令什么？一排序，二算平均，三改大小，四改颜色。来，各位先体验一下。我们跟选中，刚准备选过来，做什么事情？我再简单 review 一下。选起来的时候呢 ，Excel 这样不能排序 ，Ctrl C 复制，这里要怎么办？按右键选择进阶贴第四个转置。接下来当然可以把它放大一点。待会先感受一下这个动作，把它做完排序。